我们种果子到今年是第四年，投入应该是投了30多万，目前收回来还没到1/3。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收这些荒地呢？原因是我们两口子已经有了经验了。说实在话，这四年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直播上面啊，我们赚的钱肯定要比这个多，对不对？怎么着都要比它多，而且是纯赚的。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种植呢？你看这些荒地啊，如果我们两夫妻不来把它开出来的话，是没有人来做的。因为大家，我们其他人其实没有办法回村，只有我们两个就是有幸呢能回来，然后能扎根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乡土故情，然后想把这些地全部都变成就干干净净的果园，让我们这个村呢生活条件也会好一点，而且我们其实还带动了很多的就业，这是我觉得一件很好的事情。第二个肯定是我们已经有了经验嘛，人家说你都已经四年的经验都有了，如果你放弃的话，那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做每个行业都是这样子，失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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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累积经验然后才会成功。所以我跟老乡两个还是决定把这个种植给他继续下去。当然前面真的是这个吉凶未卜啊，但还是想把它做下去。我们老乡是那种他情愿顶着37度的高温去施肥，他也不愿意在镜头前面站2个小时是去直播，偶尔还行，天天让他直播，他情愿去种地。就我们两夫妻也是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干这个辛苦的种植了。你看这里，然后倒是青蛙机来把它全部根刮掉，清理干干净净，这一整片下去是不是很舒服？我们整个村的话，说白了这个看起来也是生机勃勃，不至于说荒凉。这片园子以前因为有大树挡住，长得不好。这都是龙眼树。看这片田，这几个果树其实把这边园子的阳光挡了很多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砍掉的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今天早上喝瘦肉粥。猪肝瘦肉粥啊。猪肝瘦肉粥。来，辣的吧。早上喝粥他一定要配点辣，他才能吃得多啊。小口点宝贝，太大口了。一口粥一口菜，那就这种。啊，你给他弄几个进去吧。好，喝口粥喝口粥。去吧，慢点，小口小口，我小口点。就剩这么点儿，可以了。还行，损耗率10%。损耗率10%。别吃太多了。盯着爸爸的拉拉。做回光头强啊！拜拜，在抓松鼠，不管他，走了。
这个树要拉一下，不然砸下来会砸到果树。之前有朋友说，让老人去爬树、砍树，我跟你讲啊，这种事年轻人还真做不来。那只有像三叔这种，就是常年他因为常年干农活嘛，他的体力其实要比一般不干农活的年轻人体力更好。然后他经验丰富，因为他经常的砍树，所以我们家这些树都是让三叔来砍。啊，对，城，就是大家看到的年龄跟城市真的不能相比的。三叔他现在体力相当于一个40岁的人，体力非常好。帮忙呀，后面，后面。不积极啊，不积极。你拉了鼻屎的，你搞来搞来搞我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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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哭你，我哭你，我哭你。滴滴滴滴。呀。那。完。这样是吗？他非得要自己看的这个相机，打个招呼，嗨，嗨呀，嗨，嗨。